唔好担心啦，唔会有事噶。坐低休息下先啦。婆婆啊 ，Andy， 放心啦，应该会冇事噶。人哋话个天会锡好人，你哋同 Uncle 做咗咁多善事，个天睇得到噶。Uncle 应该会逢凶化吉，善有善报嘅。唉，我都想乐观啲嘅，但系入咗手术室咁耐都仲未做好，我个心真系好唔安乐。你叫我点放心得落？老太啊，呢间医嘅医生咧系全金波最好嘅，你放心啦，明哥佢唔会有事嘅。朱乐，主席同埋俊杰佢哋点啊？系咯，点解你唔入去嘅？企喺度做咩？手术仲进行紧，详细情形我都唔系几清楚啊。你入去睇佢啊，我去洗手间先。丽玲啊，手术进行咗几耐？喂，雅婷啊，嗱，你唔好出声住。冇俾人知道，我打电话俾你。嗯，到底咩事啊？你唔好问咁多住啦，我喺楼下公园等你，见咗面先讲啊。好，拜拜。雅婷，有咩事冇啊？冇事。唔好意思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啊，点解俊宏去厕所咁耐都未翻嚟嘅？系咯，嗬，点解咁耐嘅？俊宏，乜你见到佢咩？喺边度啊？喺门口啫嘛。头先我同头早嚟嘅时候就见到喺度装装下嘅。点解俊宏嚟咗医院都仲唔入嚟嘅？婆婆啊，可能俊宏有啲嘢做，好快翻嚟噶啦。俊宏，雅婷啊，我爹哋同埋我细佬嘅情况点啊？你既然都已经嚟到咗，点解唔自己上去睇下？唔通你仲嬲紧主席同俊杰咩？我都唔系咁小气嘅人，爹哋同埋俊杰嘅事，我一早就忘记咗啦。咁你而家跟我上去啊！大家都喺手术室出边等消息。如果佢哋知道你嚟咗，一定好欣慰噶。嚟啊，雅婷啊，其实我今次揾你嚟，系有两件事想同你讲。咩事啊？我同你讲。你唔好同其他人讲。我应承你。我爹哋同埋俊杰今次车祸唔系意外嚟嘅，系有人蓄意想谋杀。谋杀？到底系边个同主席同俊杰有咁大嘅仇口啊？用呢种卑鄙手段想害死佢哋？仲有一件事，你听咗之后一定会好惊讶，就系我亲生爹哋系崔定国。徐定国点会咁噶？雅婷啊，你到底去咗边度啊？你系咪有嘢瞒住我哋啊？我雅婷啊，你老实讲啊，点解俊宏嚟到都唔亲自睇下爹哋同俊杰啊？你究竟嬲咩啫？大家都一家人，点可以咁绝情噶？原来。你哋已经知道俊宏有嚟过医院啦，雅婷，我哋大家都知道你头先唔系厕所，系揾俊宏啊！你答我哋啊，点解俊宏要喺出边偷偷摸摸，都唔敢入嚟呢度关心下刘主席同埋俊杰嘅病情啊？雅婷啊，俊宏叫你出去，我谂佢一定同你解释，点解到咗医院都唔肯见启明同埋俊杰，系咪啊？佢有苦衷噶，佢有咩苦衷啊？我应承过俊宏，唔可以同人讲噶。详细情形你哋都系直接问佢啦。成件事由佢亲口讲会比较好啲嘅。点啊点啊？诶，姚辉咧？点解冇跟你哋翻嚟噶？吓？因为姚辉俾对方嘅家长控告佢同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，再加上佢一妻嘅六口供嘅时候态度好差，好唔合作，仲同啲警察嘈起上嚟，结果就唔俾保释。哎呀！佳林啊，咁如果系姚辉罪名成立，佢会点？会坐监啊，定系要罚款啊？罪名成立嘅话咧，最低刑罚要坐三年，
最高要去到20年啊！嚇！哎呀，世華，咁點算啊？你話點算啊？你嘈乜嘢啫？叫咗你噶啦，唔好盡壞個仔，你就唔聽嘅。要乜你就賣乜，愛乜你就俾乜。好啦，而家有事啦，你又喺度叽叽格格、啼啼彈彈。嚇！你啊，又口話人哋，冇口話自己。邊個縱個仔，你心度有數啊？你講完未啊？大伯伯娘啊，你兩個唔好嘈啦。而家最重要嘅就要揾一个好嘅律师帮姚飞打官司啊！时间唔早噶啦，我哋翻去先啦。快翻啦，谂住仲有戏睇嘅，都散场啦。高医生啊，手术顺唔顺利啊？我先同阿仔咧，喺状况点样啊？手术咧尚算顺利嘅，不过喺病人未清醒之前咧，我哋必须送佢到深切治疗病房观察。咁佢哋几时会醒啊？可能要几个小时啦，等佢啲麻醉药退咗之后咧，佢哋就会逐渐恢复翻意识啦。咁我哋可唔可以喺病房度等佢哋醒啊？咁啊，为咗避免细菌感染咧，我哋比较严格门禁管制嘅。等病人嘅情况稳定咗之后咧，我哋就会将病人转翻普通病房，到时候你哋先探佢啦。唔该，医生。唔该，医生。婆婆啊 ，Andy 啊，你都好攰噶啦，你翻去休息先啦。有咩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哋啊。麗玲，我留低陪你啊。好啊。媽咪啊，你喺度成晚，你都攰噶啦，不如我哋翻去先啦。咁都好。麗玲啊，如果啟明同俊傑有咩動靜嘅，你即刻打個電話通知我哋啊，知嘛？好啊。阿爸，你都好攰噶啦，你翻去休息先啦。咁你咧？我留低陪俊傑。咁都好嘅，我哋走先啦。麗玲，媽咪，辛苦你哋啦。你放心啦，医生都话冇事噶啦。咩啊？我唔理你用咩办法都好，总之你一定要帮我担保佢出嚟，系咁啊！死衰嘅仔，真系想激死老豆揾三拜。好玩唔玩？玩个未成年少女，自作孽啦！诶，俊华，做咩啊？一早就冇离神气咁嘅，唔使问啦，梗系心挂挂刘启明父子啦。佢两个而家唔知伤成点咧，我真系估唔到。我哋制造一场咁嘅车祸，会害成佢哋咁样，我喺心里边好难过，好难受啊！你呢种人都会难过嘅咩？你唔系恨不得佢哋两父子手术失败，死喺个手术室度，到时候你咪威京集团嘅唯一继承人咯。系咯。咁等徐总裁退咗休之后，你顺理成章就坐多徐总裁个位。到时候你左手揸住嘅系威京，右手揸住系鼎常，摇身一变成为大马第一珠宝商。我谂你到时发梦啊，都识笑啊。诶，尚华，做咩你好似唔开心咁嘅？之前你唔系应承过我嘅咩？一年之后，鼎常系由我嚟继承噶嘛？系，我系有咁应承过。不过嗰阵时唔知俊华系我仔啦嘛，虽然佢唔系你亲生嘅，不过佢一样可以叫声你妈咪噶。照计佢嚟继承我事业，你应该冇意见至啱噶。如果佢肯叫我一声妈咪，咁我都会当佢亲生仔咁看待嘅。俊华，你都会当我亲生妈咪咁孝顺噶嗬？既然你孝顺妈咪咧，不如顶上就由我嚟继承，连威京石头厂都由我嚟管理啊！你话好唔好啊？所有嘅事情，等我继承咗威京先讲啦。唔好意思，我要出一出气。刘俊华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又唔好私自走去医院乱讲嘢啊！放心啦，我唔会喺医院嘅。唉，我都出一阵啦。诶，你去边啊？去医院啊，顺便啊，hold住嗰只嘢啊，有冇呃我哋去咗医院度？如果系咧，我就的佢翻嚟。另一方面咧，就试探消息，希望手术失败，睇住嗰两母女咧揽住嗰两条尸体喺度哭丧啊，系咁先啦。佢系我女朋友雅婷。呢位系啊，我系俊宏嘅远房亲戚，你叫我 Andy 得噶啦。伯母啊，你唔使瞒我啦，我已经知道你就系俊宏嘅亲生妈咪，亦知道你哋上一代所发生嘅恩恩怨怨。俊宏，
你怎可以隨便講你自己身世秘密俾人知㗎？佢唔係外人，佢係我女朋友嚟嘅。近來發生咗好多事，我心裏邊好亂。我好需要一個關心我、聽我訴苦嘅人。你要訴苦，你要傾心事，你咪揾媽咪傾咯。對唔住，暫時我唔知點面對你，亦都冇嘢同你講。你咁講係咩意思啊？係唔係仲怪媽咪啊？由我出世開始，咁多年嚟，你都一直對我不聞不問。而家我長大啦，你就翻嚟認我。我話俾你知，我唔會認你，亦都唔會叫你做媽咪嘅。你點可以咁樣同我講嘢噶？就算唔係我養大你啊，都係我生你出嚟噶。如果唔係我十月懷胎，今日會有你咩？如果当年不是因为我有苦衷，我会抛弃你不理你咩？你只是懂得为自己着想，你有没有体谅下我啊？你又何妨不是为自己着想？你今次认翻我，是不是想着我有钱啊？不是，我不是为钱。你不是为了钱，就是为了我可以承受我爹哋的遗产。你给我收声！伯母，不要这么激动啦。我教仔，不关你事，放开我，放开我啊！伯母，俊宏一下仲未有办法接受你系佢妈咪嘅事实，你俾多啲时间佢啊！你唔好逼佢啦。雅婷，唔需要同佢讲咁多，我哋走。俊宏，俊宏，俊宏啊，俊宏啊！清河啊，你找我咩事啊？我问你，刘启明同刘俊杰情况点样？哦，佢哋嘅情况我唔系好清楚。咁周尚娥喺唔喺你身边啊？你叫佢听电话，我有啲嘢想同佢讲。佢啱啱去咗医院，了解刘启明嘅手术嘅情形。你揾佢咩事啊？你唔好问啦。总言之，你安排我同佢见面。喂，在这里见到你真的好的了。刚才我去了深切治疗室，不见人，一时紧张，我还以为手术失败送了去太平间。幸好护士就告诉我，说你们父子平安，转了去普通病房。那你们没事就真的开心，恭喜恭喜。妈咪，你有心了？变心啫。崔夫人啊，生日知道你未必是真心，但是怎样，多谢你来探我。徐夫人，你对于今次的车祸和他们父子相识好像过分关心了。是吗？不是啊，我一向都很关心人的。妈咪，你每天在你这里关心俊杰，我都觉得奇怪。有什么奇怪呢？你成日都黏着刘俊杰了，我们想尽办法都拆散不到你们，我唯有接受咯。既然接受得刘俊杰是我未来女婿，我都不想他有事的嘛，关心一下有什么出奇呢？我接受得他们，我不是得把口讲的。不如这样，富贵，你呢就陪我去探望刘启明，顺便谈谈聘金的事啊。那我行啦，我过嚟先啦。妈咪，玉娇，对唔住，害你哋担心。喺呢个时候，你仲敢买啲咁嘅嘢？而家最重要咧就系你同阿俊杰早日康复，早日出院。系啊，今次啊，你同俊杰逃过呢一劫啊，真系老天爷保佑啊！等你好翻出院之後咧，我一定去廟度答謝神恩啊！方老太，咩事要去廟度答謝神恩啊？頭先醫生啱啱話，阿啟明嘅傷勢咧係比較嚴重，但係動咗手術之後復原嘅情況比想象中仲更加好，話唔定過幾日就可以出院噶啦。係咩？啊，咁真係好啊！恭喜曬噃！多謝你啊，徐夫人。你今天跟徐生过来是不是想谈聘金的事啊？是啊，不过聘金的数字呢
都有看下富贵的意思，话晒佢都系阿黎玲嘅亲生老豆啊嘛，咁啊由佢决定咯。我又未曾嫁过女，咁我点知要爱翻几多聘金先至啱啫？富贵啊，嗱你都知啦，启明啱啱做咗咁大嘅手术，系需要休息噶嘛。等阿启明出咗院之后，我哋双方家长揾人出去坐低慢慢倾啦。刘太啊，你讲得真系有道理啊！富贵结婚咧系人生大事，唔可以咁随便噶。不如我哋翻屋企先，等阿刘启明嘅消息啊。咁好啦，咁我同阿松啊走先啦。启明啊，你多啲休息啊。我会，多谢。讲真啊，徐夫人嘅态度转变咁大，突然间变得咁热情，仲会有你医院睇启明同埋俊杰，我觉得有啲奇怪啊。呢排日日喺医院照顾我，其实我身体情况已经好咗啲噶啦，不如你多啲翻屋企休息啦。未来老婆啊，服侍未来老公系应该噶嘛，校长你话系咪咧？笑翻就讲得啱啦，俊杰丽玲，睇住你哋咁甜蜜咧，真羡慕死人啊！你哋都唔错啊，复合咗之后感情好咗好多喎。哇！你喺小花面前咁样问我啊，我要话唔系都唔得啦。哈，陈校长啊，依家会屈你啊？梗唔系啦，讲笑咋，我哋不知几开心啊。算你啦，俊杰啊，呢度好细啊，我哋翻房休息啊。系咯，不如一齐啊，横掂木都要氹朱姐。好啊，校长啊，小芬，好多谢你专程过嚟探我。唔好咁讲啦，你除咗系我哋上司之外啊，我哋大家都系好朋友嚟噶嘛，嚟探你有咩咁好意思啫？系咪？佢两个咧，我都亲眼见过噶啦。细嗰个咧，伤势就好轻，轻到咧咪少咗一只肾咯，都仲识讲识笑添。老嗰只咧，伤势就重啲，本来咧就可以去得噶啦。不过佢好彩，嗰个细嘅就捐咗半只肾俾佢，咁依家佢咪恢复当中咯。总言之咧，我哋嘅全盘计划就失败，白费心机啦。徐太，但系实收嘅尾数都系一样要俾噶。任务都失败咗啦，仲敢同我收尾数啊？我唔同佢攞翻啲订金都算好啦。常和啊，规矩系咁噶，人哋出咗手，我哋就要俾晒钱噶。呢啲咩规矩啊？我买嘢就俾订金，嘢都冇攞到，我唔挞订不特止，佢仲要同我攞钱啊？眼细话。我要见嗰个杀手，我要同佢理论啊，睇下仲有面同我伸手攞钱冇。好啊，永和啊，打个电话俾对方，同佢讲我哋徐大夫人唔肯俾个笔尾数，顺便叫订副棺材俾佢，睇下几时调翻转头个窗口，几时暗杀你啊？你就算攞钱啊，去做善事啊，都有个名啊，掟落水啊，都会听到咚一声啊。就算拿去烧啊，都要有把火啊！就算不可以取暖，都可以暖下个手啊！冇做到嘢，仲敢同我攞钱，我就真系有把无名火啦！照我睇咧，就唔系杀手嘅问题，系你两父子嘅问题啊！就好似你哋成日出卖嗰啲咩鬼主意啊、咩计划啊，永远都唔成功噶噃！你就好似上次咁，揾人做嗰啲咩无牌货喎，嘥人力物力，咪白费一场。娥姐啊！我哋就照而家呢个计划，以事论事咪好咯。你何必扯到以前嘅事呢？徐太啊，我哋而家准备要开嘅系业务会议，呢件事可唔可以唔好讲住先啊？丽玲都未嚟，点开会啊？对唔住啊，我迟到。你做咩又迟到啊？系咪又去医院度陪嗰只狗仔谈情说爱啊？佢已经少咗一只肾噶啦，唔受得刺激噶，因住变肾亏啊。妈咪啊，你唔好每次讲话都有骨好唔好？好啦，夫人，唔好讲咁多废话啦。总裁啊，不如我哋开会啦。如果唔系，大家都唔使落班噶。睇怕今次真系连会都开唔成啦。边个打嚟噶？点解唔接啊？青红打嚟噶，应该系揾你啊。侯青红，佢揾我做咩啊？叫得你哋嚟。當然是有正經事傾啦。而家我確定一下，劉啟明兩父子唔死得，即係話我哋嘅計劃完全失敗咗啦，啱唔啱啊？啱。咁劉啟明就冇可能分財產俾俊宏，啱唔啱？啱。我嘅意思係話，咪住，
如果你所謂的正經事就是講埋呢啲咁嘅廢話，仲要我喺度話啱啱啱 ，sorry 喎，我冇咁嘅閒情喺度同你一齊癲啊！我嘅意思係話，今次除咗我同俊宏可以母子相認之外，我兩手空空，乜都得唔到。咁定國，你咪應該俾一筆錢我作為補償咧？你講咗咁耐，都係為咗錢啫。我同俊宏嘅親情係好重要，但錢對我嚟講一樣咁重要。咁你愿唔愿意俾一笔钱我？我可以考虑嘅，不过数目方面呢，仲有咩好考虑啊？我哋啊白忙咗一轮啊，仲要四周围派钱，俾钱嘅杀手，仲要俾钱埋佢，咁使唔使去医院帮埋嗰两父子俾埋医药费啊？尚娥姐，你唔好唔记得，我哋系同一条船嘅，我就算冇功都有劳啊！你唔系连一啲道义都冇系嘛？道义？或者有的，在我背脊度咯，我摸不到又看不到噃。如果你找到的你告诉我知，我咪俾你钱咯。我要的钱并唔系冇理由的噃，除非你不想俊宏翻徐家啦，唔想定国认为一个仔咯。如果唔系，你就会带刘俊宏走啊嘛。刘俊宏只不过是我老公当年不小心放出嚟的一督皮咋。依家計劃都失敗咗啦，佢已經冇利用價值噶啦，我亦都唔稀罕。依家你分唔到劉家嘅財產，就調轉槍頭，想同徐家攞財產啦。咁你咪帶佢一齊走咯，母子團圓，離開大馬。定哥，我哋翻 office。咪住，我要嘅並唔係多，你唔係連一啲商量嘅餘地都冇係嘛？其他事咧，或者可以商量嘅。至於你想在我身上打主意，要我在荷包度攞錢出嚟俾你啊，就算一蚊啊，你都唔使旨意啊。定哥，我哋走。好啦，今日嘅會議就到此為止啦。大伯，我哋唔等總裁翻嚟。唔需要啦，開會嘅內容我直接會報告俾你知道。如果有咩更改嘅，我再通知你哋。嗰個侯青雄究竟邊個嚟噶？点解我爹哋妈咪一接到个电话就即刻走，连咁重要嘅会议都唔开就马上去见佢啊 ？Uncle， 你跟咗我爹哋咁多年，你应该知道侯青雄系边个嘅系咪？咁我听你爹哋讲过，侯青雄应该系你爹哋后生嘅时候识嘅一个朋友。不过落嚟发生咩事，我真系唔知噶。如果佢冇咩特别关系，唔通普通朋友聚久？你咁多移民嘅，翻到屋企亲自问总裁咪得咯，你翻出去做。雅婷，雅婷，你俾我谂下先啦。都已经到咗医院附近，你入去就系啦。你仲犹豫啲乜嘢啫？我冇勇气上去见佢哋。只要你肯认错，大家都会原谅你噶。今次唔同，我犯咗好大嘅错误。我串通外人，差啲害死咗养我三十几年嘅爹哋，同埋我嘅好兄弟。我上去见佢哋，我点面对佢哋啊？只要你而家肯跟我入去，你主动认错，我相信你爹哋同俊杰。仲有你妈咪婆婆都会原谅你的，如果你不亲自跟他们认错，等他们由其他人口中知道这个事实，他们一定会对你很失望，到时候要原谅你就更难了。我真的很希望所有的事情可以重来一次，时光可以倒流，令我有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我真的很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会跟他们配合做了伤天害理的事。俊宏，我都知道你不想这样做，亦都知道你现在非常后悔，所以你更加要……不要说了，丽玲来了，我先走。俊宏，你不要走啊！勇敢面对吧。你知不知道你爹哋和俊杰出了事啊？你现在才出院？你是不是还在生气他们啊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两父子两兄弟哪有隔夜仇的？就算你爹哋对你不住也好，他现在伤得这么重，你真的忍心不看他？你真的很过分啊！丽玲，你不要闹他住啦，他肯跟我来这里就是想探望他们的。好啊，你现在即刻跟我入去。我行啊，入去先讲啦。护士，这个病人去了哪里啊？
刘先生已经可以喐动咗，啱过去咗叶爸嘅病房。唔该晒你，咁我哋而家过去啊。好。喂喂，等下等下，我未考虑清楚，俾我谂下先好嘛。仲有咩好考虑啊？你而家帮我即刻过去啊！喂，快啲入去啦。俊宏啊，你到底去咗边度啊？到而家先至嚟？系啦，去边呢？哥，你翻嚟就好啦。爹哋，我同你细佬发生咁大嘅意外，嚟到而家先到嚟。启明啊，算啦，俊宏都有心嚟睇你同阿俊杰咯，就唔好再提以前啲事啦，搞到大家都唔开心。Uncle 啊，亚婷讲俊宏系因为有苦衷，所以冇第一时间嚟医院睇你哋。你是不是应该给一次机会去解释一下？俊宏，你就快点讲吧，大家都在等你将真相讲出来。是的，怎么到医院都不看你爹地和弟弟的？俊宏，纸包不住火，这件事大家迟早会知道的。不如你现在主动向大家认错，只要你诚心诚意地认错，我想大家都会原谅你的。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我的亲生妈咪，是侯青红。亲生爹地是徐定国。启明，俊宏讲的是不是真的？俊宏，即刻打电话叫侯青红来，我要当面问清楚他。爹地啊，这个侯青红究竟是谁来的？玉娇，启明不讲，你讲。刚才俊宏讲他的妈咪不是你，这件事到底是怎样的？妈咪啊，你不要这么激动啊。我怎可以不激动啊？你们给我一个交代，到底侯青红是谁啊？事到如今，我不想再忍了。我和侯青红两个是二十多年前的确是做了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，所以我才是相信他所说的仲云是我的亲骨肉。不过如果他说仲云其实是他和徐定国的亲骨肉，那我和玉娇两个都被他骗了二十多年。太离谱了，太离谱了。之前我也有听过我爹地后生的时候有些感情的瓜葛，真的没想到会这么复杂。爹地啊，今天打算怎样处置阿哥的身世啊？当然是要侯青红来，我要当面问清楚他的意思。Uncle 啊，在这个时候找侯青红来院里见面，会不会大家有些尴尬呢？我不怕尴尬，无论如何，我今天都要搞清楚的真相到底是怎样。昨晚打电话了，喂，俊宏啊，你找过什么事啊？我现在在医院，爹地我家人全部在这里，我爹地想见你。那你知不知道启明找我什么事啊？我已经将身世告诉你知。俊宏啊，为什么你这么冲动？什么可以说，什么不可以说，你分不清楚的吗？我有话直说的。你现在有空吗？麻烦你马上过来。好啊，一陣過嚟啊！細華，我哋依家應該點做啫？乜嘢應該點做啫？我諗得到就唔使叫佢哋過嚟傾啦。好姐開門啦！啊，王姐，啱唔啱啊？嚟，坐低先。坐坐坐。依家咩事啫？喺電話度講唔得嘅咩？係都要我哋過嚟。夫人啊！如果电话可以跟你说的，我就不用请你过来了。那到底什么事啊？
俾佢入嚟。侯清豪，点解你会嚟呢度噶？哦，原来你哋约埋嘅，唔怪之得啦。如果你嚟嘅目的系要攞钱嘅，咁你可以免开金口啦。你错啦噃，我今次嚟唔系要钱嘅。唔通你喺间酒店房度闷到抽晒筋，冇嘢做，得闲得滞，过嚟同我哋饮茶倾偈啊？头先俊宏打电话俾我，佢话刘启明要我去医院见佢，我打算将成件事话俾佢知。清豪啊，你千祈要冷静啲啊！刘启明父子车祸真相如果爆咗出去，我哋嘅后果就真系不堪设想噶啦。总裁讲得冇错，你唔好忘记啊！假车祸呢件事，你都系同谋。如果件事公开咗，对你一啲好处都冇噶。对我冇好处，亦都对我冇坏处啊！反正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有几多日子过。我喺度劝下你哋啊，千祈唔好同有绝症嘅人斗气啊！侯清豪啊，你唔使用绝症呢样嘢嚟威胁我啦。我份人咧就受软唔受硬嘅。我话知你同阿刘启明讲啲乜嘢 ？I don't care。哎呀，唔得噶，唔得噶，娥姐！如果假车祸呢件事真系爆咗出嚟咧，咁我哋会坐监噶。你唔好意气用事啦，娥姐。嗱，侯清雄，唔好话我唔同你讲清楚，嗰把嘴系你嘅。你想讲乜嘢，我哋系冇办法阻止你。就好似你话斋，你系患咗绝症将要死嘅人，但系你唔好忘记，你个亲生仔刘俊宏咧，同呢件车祸好大关系。如果我哋大家有事干嘅话咧，佢亦都走唔。分分钟同你一起去见阎罗王，你自己想清楚啦。我阿爸讲得一啲都冇错，而且据我所知，这个罪名都唔轻噶，所以你去医院找刘启明呢件事，我劝你都系考虑清楚。我睇你咧，依家最聪明嘅做法就系乜嘢都唔知道，然之后咧，我识得点做啊，唔使你教啊，我只系过嚟通知你哋一声咋。我而家讲完啦，系咁先。清豪，清豪啊！做咩啊？藕断丝连啊！哎呀，你想到去边啊？我系讲车祸件事啊，万一爆咗出去，我哋全部都唔掂噶。系啊系啊，我姐啊，真系唔掂噶。俊宏，点解你跪喺度啊？快啲起身啦！你唔好理我啦，爹哋唔肯原谅我，我系唔会企起身嘅。启明，系咪你逼俊宏跪喺度噶？我唔理佢系咪我亲生仔，我都养咗佢廿几年，佢而家竟然同徐定国蛇鼠一窝，狼心狗肺咯，想一次过攞我同俊杰两条命，我而家叫佢跪低认错，一啲都唔过分。你要搞清楚，整件事的阴谋是徐定国和周尚我他们搞出来的，根本不关我和俊宏的事。侯青雄，你什么事都做得出的？你当年将俊宏赖给 uncle， 现在你将假车祸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？这些是我和启明的私事，你个外人凭什么插嘴？我也不需要向你交代。侯青雄，那你呢？你明知道俊宏不是启明的亲生仔，你害我们这么多年，我都想你俾我哋个合理嘅交代啊！俊宏嘅身世事情，我知道我有啲唔啱，但系我唔理俊宏嘅身世事情又好，假车祸嘅事又好，如果你哋真系有追究责任嘅，就应该揾徐定国同周尚和啊！我系有病噶，你哋唔系咁都要为难我系嘛？你放心，我哋一定会向徐定国追究责任，但我哋劝你，你最好将徐定国同埋周尚和带嚟医院见我哋，我哋要清清楚楚问清楚。如果唔系，我同爹哋嘅车祸，我哋一定要报警噶。你哋要双方面见面对质，我会安排嘅。但系我唔担保徐定国同周尚娥佢哋肯嚟医院噶噃。侯女士，我唔理你同启明嘅雾水情缘，或者系俊宏嘅身世秘密，甚至于启明同埋俊杰嘅假车祸意外。这几件事啊，我到现在都不可以坦然面对。我希望启明和徐定国可以很快倾出个结果来，这样对启明、对俊宏、俊杰甚至徐定国都比较公平。
我自己做紧乜嘢，我心里有数。至于俊宏嘅身世秘密，我会负起大部分嘅责任，我会尽力安排启明同定国佢哋见面。你快啲做，唔送啦！俊宏，我冇嘢同你讲。你起身先啦，爹哋唔肯原谅我嘅话，我系唔会起身嘅。爹哋啊，不如俾阿哥起身先，再讲啦。俊宏，爹哋点样求啦？你起身啦，起身啦。多谢爹哋。我只是答应俾你攋翻起身，并唔代表，并唔代表我原谅你。俊宏，老实讲，我都唔可以原谅你。我知道，我今次真系犯咗好大嘅错误，唔值得大家原谅。我冇面见大家，我翻出去先啦。俊宏。俊宏，刚才主席要你下跪认错，即是表示已经原谅了你，你就不要自责了。爹哋闹我，说我跟顶上班人蛇屎有窝，是闹得啱的。我身上是漏着徐定国的血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错，我以为爹哋闹你是闹到错的。你不要再安慰我了，俊杰。我不是安慰你，我是讲事实啫，我好清楚事发当晚嘅情形，你哋可能唔知道。喺车祸发生之前，阿哥又打电话俾我，佢警告我，叫我停车，佢证明咗佢根本唔想伤害我哋。原来有咁嘅事啊！咁俊宏，你都情有可原啦。所以我完全冇怪过你，况且你对我同爹哋嘅误会实在太深。你一时迷失方向才会这样做的，我完全体谅和了解的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天都会同情你的，知道你有良知，所以这场车祸才没有造成任何死亡。俊杰和你爹地的伤势才会这么快复原。今次真是不幸中的大幸，如果不是，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，也都没面叫你哋原谅我。哥，而家我哋大家都原谅你，你应该快啲振作佢哋。多谢你，兄弟。无论你流嘅边个血，我哋始终都系好兄弟。刘启明要我过去同佢哋倾。冇错，佢指明要你哋两个去。去咪去咯，我使乜惊佢啫？徐总裁，我睇刘启明都系摆明要追究责任，我睇你哋去都系白行一趟啫。系啊，睇怕佢哋咧一定会侮辱你哋噶。如果系咁，我认为啊，冇咁嘅必要去见佢哋啊。乜、你哋咁做唔敢认啊？梗唔系啦，我唔习惯俾人哋命令噶，叫我过去就过去，咁我算系乜嘢？佢哋已经讲得好清楚，如果你哋唔肯去嘅。他们就报警，那我就去见他了。但是有什么啊？没有，不过我不是很想见到他们，他们还怎么想找人闹一下，随便找个代表过去就可以了。啊，什么？找他们四个吧，猜拳看谁输了，就去医院被他闹几句就算了。徐太，我来过去不是问题，但是刘启明想见的是你和徐总裁，所以我觉得你们亲自过去见会比较好。是啊，我哋去到啊，最多系俾佢白闹一场，都系无补于事噶。系咯，徐夫人，你有冇听阿侯青雄讲咩？刘启明要见嘅系总裁，
同埋一个身份高啲嘅副总裁徐夫人嚟嘅。哦，依家你哋即是推卸责任啦吧？尤其你两父子啊，诡计又系你哋谂嘅，杀手又系你哋请嘅，依家出咗事，梗系由你哋两个去承担啦。哎呀，娥姐，你唔会啦。其实你哋两父子唔系推卸责任。不过我哋都知道，阿娥姐你把口好犀利嘅，全马冇几多个人讲得赢你噶。咁由你同嗰个刘启明讲咯，佢先至会同我哋计较，件事先可以圆满结局啊嘛。嗱，听到未啊？呢啲先至系人讲嘅说话。唉，睇怕都系要我亲自出马噶啦。嗯，咁仲快啲去？你急咩啫？依家都咁夜啦，听日去都未迟啊！我唔理你哋几时去都好，总言之咧，唔好再烦我就得噶啦。侯女士，咁你头先有冇喺刘启明面前乱讲嘢？我有冇乱讲嘢？你哋见启明咪知道咯。